第35题，庭哲将一铜棒悬于两池集中，铜棒方向和池棒方向互相垂直如右图，请问通电时铜棒的受力方向为何？我们从图上可以看出来，铜棒上的电流是所谓的初子面朝向我们这边，而我们的磁场方向是从 N 极到 S 极，所以是朝下，所以由此方向来比出我们的右手开掌定则是像这样的，所以我们发现它的手心是向右，也就是说它的受力方向向右，所以第35题问我们说，请问通电时铜棒受力方向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 向右。